外包的，我们不叫外包，就是做奥迪的市场一般都认识我啊，就直接喊我不用外包。有没有人知道啊？然后那么多奥迪的车型里面纯电的有哪些？除了我们的 Q5 一创，还有哪些是纯电车型？26啊，这个26能下了。你能问一下进身高多少？你看像多少吗？你看像多少？我不是思凡，我是思凡的代班主播，我叫腿毛。可以不？不行，你不能乱刷，乱刷我也会被抬的。嗯，人家以前给我在汽车直播间刷那个什么飞机嘉年华，我都没答应啊。那个保时捷真没啥啊，别给我刷，没用。对对对对，我是腿毛，对对对，欢迎大家。就我跟你说，在汽车直播间别人给我刷嘉年华这个事情，我能说十年。我对他不止刷了一个。啊，所以真的，哎呀，我这个画面感觉我还可以，它后面有那个动画，没有人回答我，所有的奥迪的新能源车型加起来有一些什么车，除了 e-tron GT、RS e-tron GT， 这个我们不说，价格太高了，这个我们不说，普通车型里面真不多。那么上汽奥迪的话，一台 Q5 e-tron 比较大的中大型的 SUV， 续航也还可以，560啊。然后我们那个充电桩也是免费赠送的啊，对的，是在中海刷的。嗯，介绍车吧。好的，有180吗？我没180的，我不能挂着，不太好啊，不太好。你毛总，我今天想好好讲车，好吧？真的，别给人老是那个人数是多，那个多的那个太危险了，你们也不照顾我一点，对吧？只会给我提要求，啊，我扣工资了，谁管我？是吧？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点啊，有条件的亮个粉丝灯牌，然后左上方的福袋领取一下。这个 Q5 e-tron 没有人想要了解吗？这个电车，那么它会跟那个国产新势力比起来的话，操控感更好一些啊。MEB 平台打造的纯电车型，那么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定，更加的安全。电池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，那么大概是83.7吧千瓦的一个这个用量啊。加油，继续说说呀，说什么？我今天没看到啊。你们多上网肯定能刷到我，好吧？多上网肯定能刷到我的。我今天这妆为什么看上去这么浓啊？不懂哎，感谢关注。那么 Q5 e-tron 它驾驶起来的感受会和油车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，为什么？它的一个动能回收系统做的就比较好。那么很多品牌它做新能源车型的时候更加专注于它的一个内饰，它的娱乐项目啊，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个大电视机、大彩电、大冰箱、那个大沙发，就是这些。那么奥迪车的话，德系车它的新能源做的跟就是你的操控很有关系，就是这种方面更加的去注重。好了，你们就是我坐不坐下来都不问车，难受，真难受啊。那你说你们不问车，以后别的车商他还愿意找我拨车吗？都不愿意找我拨车了啊。等你这完讲台看再讲讲 HL 的外观内饰。行，那我现在就给你看吧。现在那个小男生还在吗？小沈，你帮我拿一下架子，再看一遍 HL 好吧。哦，再看一遍 HL， 好漂亮呀。新的一年再次爱上你。爱上我的话能帮我亮个粉丝灯牌吗？看一下诚意好吧，我看一下啊，爱我的人有点多，但是那个如果说啊你有粉丝灯牌的话，我会比较容易能看到你。那我们先从车尾开始看起好吧，你可能要把我照到哦。哎呀，我男人画的饼我看都不想看。贯穿式的这个流光尾灯刚给大家看了，经典小鸭尾的一个设计，沉浸式体验啊，经典小鸭尾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它是电尾门啊，电尾门。感谢各位的关注。对，贯穿式的流光尾灯啊，播几个品牌，一共7个直播间。超大后备箱比较深的啊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这个后备箱能撞我一整个人，我以前视频出过啊，今天不进去啊，肯定不进去，好吧？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。感谢点赞啊，谢谢关注啊。那再看一眼，
车标是鎏金套件啊，四个圈啊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再过来一点 ，H7L， 我在马路上老看到有人把这个 L 给去了啊，真的是咱别自欺欺人，好吧？我整个人都能坐进去，不是坐进去就是躺进去，然后45 TFSI 啥意思？把我人拍进去，谢谢大哥。45 TFSI， 最大马力245匹啊、最大马力245匹。我们最低配的功率，都是在45的，没有40的啊，都是高功版本。3.0T 的话，哟，这个怎么抖啊？ 3.0T 的话，它是340匹，带 Quattro 四驱的，我们的智能四驱，好吧？大哥是新手，后备箱容量多少？后备箱容量不好意思，我备忘了，多少来着？你还记得吗？备忘了啊，有 BO 吗？这一台奥迪原厂高保真音响，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好，看一下下，也是反正先从它的一个车门看起来，无边框车门，好吧，找个小哥哥进去我们看一下。后备箱的话，我整个人是进去过的，小哥哥可能不行吧，啊，那我这个个子的话进去也没啥毛病。后排空间，哎，刚老有人说这后排空间小，我真想说，我跟你说，有些 SUV 它的那个后排空间都没有我们这个大，真的，紧凑型 SUV 你去看一下，脚都动不了，像我这样的啊，动不了。来，好，我。5.076米的一个车长，轴距是3.026米啊。我身高多少？就正常身高嘛。啊，四驱独立空调，30×30的氛围灯，前面有人问我音响了，奥迪原厂高保真音响，好吧，全真皮的包覆，全真皮的一个座椅，阿肯塔拉拼接真皮的，那个全景天窗，这些都有的，好吧，四驱独立空调。30×30的氛围灯，上海开 A7L 45的多吗？多的，其实我进去空间太大了。对呀，比 A6L 的空间大出了10公分，头部空间跟 A6L 差不多，真差不多。好了，走了，出来了，我再待一会儿，我太危险了，我害怕，我真害怕。来，你往旁边移一下，我下车，不占地。不占地很正常啊，我也没必要去给大家看它是有几拳的一个腿部空间嘛，我觉得没什么必要，咱就是说，好吧，主驾看一下，好吧，主驾，那个无边框车门啊，这个的话在行政车型里面比较少，那什么车它是无边框车门的呢？行政车型里面帕梅啊，这个不兴说，但是确实是这样的，行政车那个叫什么E300 530 E300 是不是啊？不是吧？啊，对，来E300，看你动呀，你懂呀，你能懂的，李湘，咋的？备胎两天了？是啊，有没有年纪轻的人开 A7L？ 有，我们店原来最早的一个买 A7L 的男生买的次顶配啊，99年的，踩油门不行，踩不了一点啊，看一下车头吧，啊不，再把他的这个看了。轮毂轮胎咱们这个轮毂的话啊，健美鎏金45四驱的车子，它是20寸的尺寸，我们筑梦新生的话19寸，筑梦新生的话啊19寸，轮胎有固特异的，有倍耐力的，根据它的那个批次来啊，这个会不一样，有的人在意这个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固特异或者倍耐力，这个就是固特异的，那么现在我看到大多数都是固特异的，没什么倍耐力的了。跟 A6L 价格差不多，确实差不了太多。38落地了，454驱的38，那是不是跟 A6 差不多？那我为什么要选 A6 呢？啊，它的这个大灯它都比 A6 贵了，高清矩阵式的 LED 大灯，高清矩阵式的。A6 的话是矩阵式大灯，然后车头的话更加的宽体低趴。我坐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座椅通风选装太贵，是的呢，没错，是的呢。我们奥迪它确实有一些需要选装啊。还播哪个品牌？紫色卡钳随便你啊，看你自己喜欢，好吧？看你自己喜欢。内饰刚看过，兄弟，内饰刚刚看过。好累呀，今天好好说车了，有点累呀。
怎么样，说的怎么样啊？车宽的话，车宽比 A6 宽出个10公分的样子，车头更加的低趴。那么这一台的话是和风灰的造型，搭配和和风灰的颜色搭配鎏金套件。哎，我都睁不开眼了，这太阳。我叫飞翔的腿毛。门对 ，A7L 属于无边框车门啊。A6L 的改装余地太小了，你要改的话，首先一个它车子得宽。真正的宽体我们是改不了的，机盖的弧度我们是改不了的，对吧？什么是宽体啊？这个车轮它旁边的那个轮眉，它那一块它非常大出来的，屁股很大嘛，我们叫这个宽体，改不了，怎么改？这边它那么窄，它改什么？你改套件没用，你改套件，它那个形状是不会变的呀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有些人，就我看到过很多，比如说你买个什么A4， 你加个 RS 的套件啊，你仔细一看怪不怪，有一点点奇怪啊，但是偏偏小姑娘还可以的，可以改双枪双滑的吧，改不了一点啊，没有大溜背了。有大溜背有一个什么好处，大溜背的一个成本它并不高啊，成本不高，但是没有大溜背，它属于三厢豪华的，那么多三厢豪华的车 E300 530 A6L 都是三厢豪华，为什么？后排的舒适度更高，空间更大，座椅更加的舒适。有大溜背的车子，它的第二排它都是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一般般啊，也不是说一般般，就是真的一般般啦。它要好看，但是它就不舒服，你要舒服你还要它好看，那么我建议你买帕梅啊，好吗？除了好看别无他用，你要真说好看，说实话你要真说好看的话，还是要看配置，不是说入门版本的有些车子的那个溜背它是好看的，一般般，真一般了，好吧。家用还得 MVP 是吧，也可以吧，如果家里只有两个人的话，刚结婚的两口子的话，就也没什么太大必要。所以我一直说，买车你第一个看你自己的预算，第二个看你自己的喜好，第三个看你自己的用车场景，也没什么绝对的啊，这个事儿。说得好，我选择大溜背 OKK 呀。 A7 进口 A7 2.0 前驱车型落地多少？54。 A7L 454驱落地多少？38，随便你呗，随便你。17我也会去的，入门38也38，轿车都是小孩玩的，那咱就是说咱买性能车吧，要不然你直接上个什么6缸8缸的算了，咱们这4缸你看不起，看得不起眼啊。 L 型排列的4缸车型 EA888 第四代的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45匹，7速湿式双离合，一般来说肯定够用了，38万的车啊，好吧，哪里学来的 OKK。 Q5 一创标配全款落地全款的话多一点，28吧，弄个20缸，思凡回家过年了，我替他搬啊。孝叔啊，那么就是说选择大溜背的同学，你们尽管去选，我可不拦着你们，我就是说咱们 A7L 主打的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啊，车嘛其实真的它这个还是不错的，这个车的颜值你开在马路上没几个车它能比过它，我说同级别同价位的，好吧，同级别同价位的啊，咱不能一下就比到那个价格不一样的。标配续航560啊，每一天多少时长？我初一到初八在这儿，初一到初八在这儿，好吗兄弟？怎么样兄弟们，我今天讲车还行吧，真是能讲啊，其实真是能讲啊，你们老是要看我那些就是那些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，你换个女主播能说吗？说得了那么多吗？行政车，对，它有行政的，有偏不行政的。那么 A7L 属于行政车里面更加年轻的，外观更加时髦的，因为它是无边框车门呐，那么它的配置也相对来说高一些。行人数太少了，我在意人数干嘛？这1-2千个人呢，我工资都被扣完了，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好处？我上个班赚个窝囊费的，我工资都被扣了。但前一位主播不给看那些，为啥呀？你们太过分啊，对我要求太高了。老板看到没，把他留下来，哈哈哈。
这就是很多车商他喜欢用我的一个原因啊，就是能跟你们掰扯，知道吧？今天太正经了，正经不好吗？换一个机位，太热了，我这里好吧？哎，小沈，你帮我搞到这个 Q5 e-tron这边来，正经还不好？对，我是你们的腿毛，这老是歪掉，这是为什么？ A3 的话是17奥迪的啊，17奥迪的，然后价格的话现在也比较低啊，16。哎，小沈，帮我拍到全身，谢谢你啊。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曝光太严重，不没办法，说要看个 A7L， 那我得给大家看啊，好吧，好，行，快点嚣张起来，不敢呢。给大家上个福袋，好吧，给大家上个福袋，稍微等我一下啊，上个福袋先啊，奖励你们这些个看我的同学，来来来，好。能不能看车？这不刚看了吗？刚看车了都。现在是1:50，什么时候博大前面？53还是多少？啊，大家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咱们把关注点点啊，有条件的咱们亮个粉丝灯牌。HL 四五建元38，最后一台和风灰的最后一台了，38。虹桥到爱琴海有多远？虹桥很大，虹桥很大，我要看你是虹桥哪里的啊？换电呢？没有啊，我来顶班的。你是说 A5L 是吗 ？A5L 的话一直有听说，我一直没看到。你要黑的，黑的没了，黑的没了，还有一台是那个那个叫什么蓝？星河蓝。黑的，我跟你说，这 HL 配黑的，它除非是要黑套件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略显普通啊，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意见，好吧？机场，虹桥机场过来不远，远什么了？对，我是腿毛，美颜有点严重，妆效吧，妆效今天可能开大了，看谁去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就是我有的时候直播看看我就行了啊，我更新的话自己个人号会更新的，过两天吧，过两天更新好吧。不整活，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一个讲车的主播啊，我不是只会在那里这个啊那个啊的，不是啊，根本不是啊，好吗？就真的原先最早的时候，你知道别人都问我什么问题啊？这个轮上马力多少啊？它的最高转速是多少啊？我的天哪，这给我学半天，真的是给我学半天。不是我太忙了，你说我休息过没？你们看我的人，你们自己说我休息过没？没有休息过，没有一天是休息的，对吧？不知道吗？我哪来的时间更新啊？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点啊，有条件的亮个粉丝灯牌，明天。可以呀、啊，可以，明天看情况嘛。明天我换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说这样子搭配比较好看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不喜欢很庸俗，其实是不喜欢，主要是你们喜欢，我头很痛啊。对呀、啊，明明就是这样好看啊，这样不好看吗？啊，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点，有条件的亮个粉丝灯牌，左上方的福袋领取一下，欢迎大家啊。有没有弹幕来答疑问题的？问 Q6 的人今天比较少啊，问 Q6 的人今天比较少。这个 IP 啊，我们是在上海的，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 IP 在吉林的。以来就忽视庸俗啊，不要不要，真的，为什么啊？我看上去就不是很庸俗啊，我觉得。对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左上方的福袋领取一下。欢迎各位啊，欢迎各位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，欢迎大家，感谢各位的关注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这里是上汽奥迪爱琴海都市店，我们是在红景路上面的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大哥。是我直播不太喜欢那个，其实真不喜欢那啥，就喜欢好好讲车啊。对对对，今天要一个半小时。感谢各位的关注啊，谢谢粉丝灯牌。我啥时候在保时捷？初五晚上，情人节那天晚上我在。啊，情人节那天晚上我在。
这太阳照的我脸都烫了，感谢关注，就显得我脸很胖。感谢各位的关注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好了，你们这弹幕真的是我真的一点都不敢再坐下来，你们就让我今天站着吧，好吧。前面那个我是市场经理跟我说能坐下吧，我真的不敢，真的是一点都不敢，哎，吓死人啊！不给整活了吗？兄弟们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吧，我说车也说了一个小时了。其实呢，我呢，你们可以就是持续关注这个账号嘛。我在这好多天，到初八，今天我们稍微规矩一些，好吧？啊，那么我今天为啥是一直站着？他其实怎么了？我站着不行吗？啊，经理是女生啊。那其实我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一般播他是这样子的，但我也不太想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也不那么想这样子啊。放过我吧，真放过我吧，害怕，就给我整的我都是难受。我拿个水喝啊，兄弟们等我一下，拿个水喝。欢迎各位啊，欢迎大家，这里是上汽奥迪爱琴海都市店。这啥呀？这是。嗯，好吗？对的，咖啡，喜欢喝咖啡啊，嗯，喝完了，欢迎各位啊！我在这里真的稍微好一点，没那么亮，但那太亮了。没有人问车，真是问不了一点车了，是吧？大家是不是不懂？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。喝咖啡睡不着，我不喜欢喝饮料，我这是咖啡呀、啊。对，我是飞翔的腿毛，是我呢，各位兄弟们，是我呀。感谢各位的关注，欢迎大家。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，H 要它有下一批车的话，我们要等到三月份左右。现在清库存，价格比较优惠，比较低啊，比较低。今天这个装无敌的，其实什么装无敌啦？我今天这一套还可以吧？我昨天刚刚买的，我真的害怕了。我昨天本来我把这里都包住了，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，反正就是包住嘛。天天风格不一样啊，昨天发我后台了吗？我没注意啊。Yo，Hello， Sara 啊，繁华如梦 ，Sara 139。正常 A6 四驱，四五两驱38落地，正常 A6 四五两驱38，不要，差不多36吧。啊，对，你找我的话36，HL 的话38，知道吗？四五四驱38啊，四五四驱38，那个两驱看吧，看你自己的用车场景。那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智能四驱，就是你们所谓的电子四驱，它是可以提前0.5秒预判驾驶姿态，分配四轮的动力和扭矩啊。当你遇到一些困难路段的时候，那么相对来说的话，它比就是我们 BBA 里面两个 BB， 它的这个四驱它是更强的啊。有个台词叫啥来着？你只管踩油门，剩下的交给跨圈。确实就是这样子，响应速度更快，它的反应更加灵敏，就是跨圈这个东西的意义所在啊。嗯。宝贝真好看，好的呢。啥时候直播？昨天直播不是你，昨天直播是我，穿的衣服不一样而已啊，兄弟，穿的衣服不一样而已。对的，这穿搭人气不行，兄弟们，青菜萝卜各有所爱，你就随我去吧，好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真的还可以的，这一套还不错的。感谢关注，可不可以来点精彩的？我讲车不够精彩是吧？嗯。又要黑我们本本，不是啊，我说的是我们的quattro 啊，那句是广告词，quattro 啊，你只管踩油门，剩下的交给quattro。
整活整活，我是一个讲车的，一天到晚跟我整活，整个两次嘛，好来可以来，对吧？我今天我要是再被抬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管我吗？谁管我呀？啊！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啊！穿这身，我这身怎么了？我这身怎么了？啊！我这身不也挺不错好吗？哦，侬穿啥衣裳我才欢喜，主要就是紧啊。不错啊，对呀、啊，当然不错啦。我本来就是，不会太拉垮嘛，对嘛？我也没说不好啊，这身可以啊。感谢各位的关注，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点点关注，有条件的亮个粉丝灯牌。车模我没有车模高啊，兄弟，我个子不够高啊，啊，真的。68分，真的吗？搿衣裳蛮好啊，是侬去看叫我买的是 M S 的话可能更紧 ，L 的话没事，M 嘛，满分70，啊对的，我是灰翔的腿毛，啊你们这名字我真的是隐私掉了呀，怎么能看到吗？好了，再给大家上个福袋好吧，兄弟们，再给你们上个福袋，我今天画眼线了。前两天都没画，哎呀，我这个头发真的是乱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埋汰了兄弟们。啊，给你们再上一个福袋。别到时候我今天看啊，流量嘛，这摆了个人嘛也可以来回答你什么？你右滑清屏啊，右滑清屏再看嘛，右滑清屏放大。Q3 什么配置 ？Q3 是1.7奥迪的，我们这边是上汽奥迪。Q3 的话，现在有那种就是普通的、溜背的，我不是很了解。反正价格的话，20万出头。我老家河南中路，啥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说我都没看出来，昨天没画眼线。对的，我懒，我不愿意画眼线，我不愿意画的，真的。我那妆每天都很淡呢。大家可以把左上方的福袋参与一下，感谢各位的粉丝灯牌，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点啊，有条件的亮个粉丝灯牌。Q7 没有 ，Q7 也是1.7奥迪的，我们是 Q6 啊 ，Q6 它跟 Q7 比的话，尺寸更大，腿毛浓的淡妆好看。根本我这一身太白了呀，我想稍微有点突出的地方呀，我连个麦克风都别不了这身衣服，爱看腿毛啊？哦，那你帮我亮个粉丝灯牌好不啦？你不亮粉丝灯牌的话，我下次可能会忘记你的。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。讲讲车，问问车也没有。上海五星你好，兄弟们啊！麦克风别头上，不行，要这样子收音，要这样子。谢谢小星星，谢谢小度的小星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等会儿会播第二场，我播完之后手机拿去充电，然后会播第二场。对，没错。今天没有啊，每天都没收到啊。第二场的话，我手机充满了就会播的，我就这样子播嘛。感谢关注，我会发到那个粉丝群里的，我会转发的，你们到时候看就好了。然后大家可以把左上方的福袋领取一下，剩下时间我们可以聊聊天，也可以讲车讲了一个小时了没停过，然后你们如果不想讲的话，我也可以聊天的，没关系的，真的没关系的。没离开，我不是只播一个牌子的，我什么牌子都能播，真的。你放旁边给我放台车，我不认识这个牌子，我也能讲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就瞎讲吧，就是瞎讲吧，讲嘛，对，我是腿毛。你别看车子就三台，我们配置不少啊。上汽奥迪车子不多，但是配置不少啊。A6 我们这里没有呀，我们有 A7L。那么 A6L 跟 A7L 对比的话，它确实是对标产品，现在价格下来都差不多。但是我认为说啊，也是我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，A6L 它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了，哪怕它是24年的新款，我觉得也是，反正就是，现在是2024年嘛，
啊，有点不够时髦。腿毛上个火，兄弟们保你，你们拿什么保我啊？大鲶鱼，你连个灯牌都没有，你还说保我？嗯，啊，我叫飞翔的腿毛，嗲，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啊，对呀，对吧？你说这保我，这一下被抬走，拿什么保？谢谢阿元的粉丝灯牌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对呀，真的，真的，差不多价格的东西 ，A6L 和 HL， 还有什么产品是对标的？1300和530。那么我就拿我们454区的 HL 来说的话，现在落地最后的价格是38多一点，38多一点。你去看一系和五系，它上到四区，它是价格都到什么地步了？啊，五十多，真的、啊，兄弟们，了解过没 ？A 七更青春啊、它是更加的怎么说呢？是真的时髦一点。首先是一个无边框车门，然后是它一个车头的造型更加的宽，更加的低趴运动啊，年轻。包括说它的那个线条，前机盖的短线条和车侧身的长线条也会增加它的一个运动感。其次的话，这辆车子是全铝设计啊。有68-70%都是全铝的一个设计，车身也更轻，其实轻不到哪里去，也要个筑梦新生的话是1.8吨，然后那个建远流经的话稍微多一点点，2吨不到啊。点赞20000，看净身高，现在是14000啊，净身高是什么啦？是什么啦？啊？不懂的，不要跟我提要求，好烦。灯牌没有的不要提要求，我不听啊，要有灯牌才可以。我播哪家店加了四驱就中了，不止，还有别的东西，筑梦新生和建远流经的它配置的话不止四驱这一个东西啊，还有东西啊，没有灯牌的不要提要求好吗？我播哪家店，我非常在意数据粉丝量的一个增加，线索量有多少啊，点赞我就不去看它了，点赞毫无意义。其实 HL38 45两区和454区都是38落地了啊，都是38落地了，仅剩最后一台454区一台，45两区一台，就都只剩一台了。所以价格的话现在是清库存嘛，比较的低啊。嗯，感谢关注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啊，欢迎大家，感谢各位的点赞。然后左上方的福袋你们可以领取一下啊，左上方的福袋你们可以领取一下，还可以。其实这个人数我很满意，说实话，只要不被抬，真的，对，真和 A6L 价格差不多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去卖那个，就是播A6 嘛，真的差不多啊，真的差不多啊。只能说 HL 更加的年轻，然后 A6 的话它更加的经典啊，我用经典这个词可以吧？播到多少点？这一场嘛，2:30嘛，然后下一场等我手机充好电再播嘛。欢迎各位，欢迎大家。然后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点。经典的，你说现在是2024年啊，怎么说呢？2024年了，什么东西都在进步，什么东西都在就是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。那么如果你的进步不大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退步，就会被淘汰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嗯，老款的，其实它的那个改款改的不那么多嘛。那么内饰的话其实跟 HL 差不多的，等手机充电充好啊。现在改款的 HL 你觉得颜值怎么样啊？HL 它也是小改款嘛，中期小改款我还没看到，还没有看到。怎么样嘛？你怎么说呢？无边框车门，高清矩阵式的一个大灯，宽体的一个造型，就有什么怎么样呢？就是行政车里面，总会比五系好看吧？啊，外观哦。我认为比五系和一系好看，内饰的话一系吧好一点。那么奥迪它的内饰会做得更加纯粹啊，
你看我这话讲的，你们应该懂的吧？啊，改了好像没改一样，很正常啊。德系车型七年改一次，你中期小改款的，它的一个这个区别不大，很正常。这有什么？对吧？我跟你们讲什么东西，你们再问我下一场什么时候，我估计要个三点多，估计要三点多啊！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各位，欢迎进进直播间的各位。就没有人跟我讨论车，我很烦，我就喜欢那种问我问题，然后我答不上来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我本来我有一个笔记，就是我的手机里放了笔记嘛。我记得那种记录的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没有兴趣，你们只知道这个啊、这个我站在镜头面前什么什么什么。那笔记我给你们看一眼啊。所以说真的肤浅，你看只会评论，这腿绝了。嗯，挑是挑不了一点，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的啊，要看挑的你们可以不用看了，我不会的。今天问车的已经走了，嗯，没办法啊，啊，我不能因为你们想看什么我都答应你们吧，连个粉丝灯牌都没有，那我为什么要这样？本来就肤浅。22的 H2 没了，蟹黄堡没了，现在都24的，除非有一台青山带长库灵车了，我很直接的跟大家讲，车价很低，长库灵车配置很高，要吧？有的，青山带，明天后天都中午12点播，嗯，意思一定要有粉丝灯牌，一定要有粉丝灯牌啊，这么严？对呀、啊，过年很严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被连台2天了，谢谢小星星。22个 W 的 HL 哪里发的？你问你就去问谁买，啊，好吧，谢黄宝，你去看哪里告诉你有22的 HL， 你就去哪里买，我这里是真的没有啊。就爱看你，别的直播间也说我肤浅。好的呢，3月份卖新款的，是的呢。谢谢粉丝灯牌，谢谢粉丝灯牌。司令毛毛应该，呀，为什么400多个人啊？这不对啊！欢迎大家啊，我给大家上个福袋，上个福袋先。我害怕了，就上人我会害怕的，真的。给大家上个福袋啊。怎么突然400多个人啊？这不对啊！我又瑟瑟发抖了。欢迎大家啊！精彩的话，我得问一下有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没车了，我们现在也没车了，就只剩2台了，一台45两驱的，一台45四驱的啊！怎么回事？护驾护驾，有谁要来害我？我不知道，护驾我要被人米谋谋害了。嗯，不是，欢迎大家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点个关注，有条件的我们亮个粉丝灯牌。穿的一般，真的，那你别看我啊，我叫飞翔腿毛，我担心的，我真的担心的，怎么会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不敢动了，我真的不敢动了。嗯，我大概有个。差不多到2点半吧，差不多，欢迎大家啊！对，因为他这个人数突然是从100变成400的。我旁边这辆车 Q5 一创啊，我们能做到个26上路，然后续航啊，纯电车型绿牌赠送绿牌，价格的话26，我前面讲了续航有没有人在意的？续航有没有人在意的？560的一个续航，嗯，对的，是谁在害我？560的一个续航，40版本的后驱单电机，啊，这个跟大家说清楚，我们也有50版本的双电机，前交叉臂后五连杆的这个空气悬挂，但是呢，它呢价格贵一些，那么我比较推荐我们日常上班用的。哦，上班用的，然后是要就是日常使用的话，40版本绝对足够了，真的足够了，还赠送充电桩，不慌，我怎么不慌啊？我当然慌呢，护驾是谁要来害朕？
啊，看一下我旁边这一台的话，配置稍微高一些，配置稍微高一些，价格的话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啊。那么其实我比较推荐这个版本，你26的嘛，稍微怎么讲呢？稍微简单了一些啊。现在加一次油可不便宜。那我再说一个话，你们可能那个新能源车型它除了省油钱，别的钱它都不省，好吧？这个知道一下啊。如果你非常在意，就是我每天加油多少钱的话，那我就只能告诉你啊，新能源车型你除了省油钱，它别的钱都不省。那么其实是一样的，你油车你平常付个油费，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也还行，懂我意思吗？3000加一次，异响症，欢迎大家啊！可是新能源找充电的地方难找啊。好，说到充电的地方，Q 一创首先帮你加这个赠送那个家用的充电桩啊，我们比较小的慢充，这个是送给你的。你家里能装充电桩的话，送给你，你每天回家都能充。具体在哪儿充电？各大商场充电免停车费呀。啊，快充，但是大家不要老是去用快充啊，对那个充电口不好。HL45两驱38，454驱也38，仅剩最后两台啊，仅剩最后两台，都是和风灰的一个颜色，都是和风灰的一个颜色。快车有急事使用，其实不是，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你想充一下了，就偶尔我们在商场里面充一下，然后它可以免个停车费嘛。慢充多久加满？差不多八个小时吧，八个小时。你慢充就是一般你已经不用车了，你放在家里，它的那个充电量比较小，对它那个车子也好，你老是用快充它容易坏，好吧？不是说只有奥迪的是这样，所有品牌的车子它都是这样的，好吧？大家知道一下啊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可以把左上方的福袋参与一下啊，参与一下，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，欢迎大家。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点啊，有条件的亮个粉丝灯牌，好吧？我是今天这眼镜我放包里，然后我就想戴来着，然后没戴上，今天也没戴上。戴了就反光，戴了就反光，是吧？是不是？续航的话560，你看一戴上它就是有那个感觉了，知道吧？560的一个续航，50版本的它是520。对，人无完人，车无完车，省了这样省不了那样，是啊，是呀。那么你们日常使用，你就说啊，我上班的单位离家太远了，我每天开个电车，对吧？什么的，这个也可以，你就买个 Q 一创，Q 一创其实它挺大的，6座7座的啊，眼镜别摘了，6座7座的，然后它的话，怎么说，空间还可以，空间还行。我要说啥来着？啊，对呀。Q 一创吗？然后空间蛮大的，它不是很小的车子，它属于中大型的6座7座 SUV 啊，未来战士啊，就有的人就可喜欢我戴眼镜，有的人也不那么喜欢，反正我都行，我都可以。这个没有啊，没有，前面就人上来了，吓我一跳，100直接跳400，我真害怕，我都不敢动。欢迎各位啊，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点，有条件的亮粉丝灯牌。我是腿毛呀，怎么认不出来了嘛？今天穿太多了，是吧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这个直播间真的是要么就是整活整活，要么就是那种车子问题都不问。没有原先我那个店他问的多，我原先那个店差不多，比如说你看360个人，我弹幕都回复不过来，全问车的，全是问车的，然后问的很细很细，知道吧？就可能你有的时候你都回答不上来。上次那2000人直接给我抬了，今天换了一套衣服。是的呢，是的呢。感觉如何？感觉如何呀？
哎，我真的我穿啥都行啊，只要不抬我，真的穿啥都行。玛莎的不是我，没去过。对，你们问的很简单，就是我顶多就问一个价格，啊，就真的有点简单了，就搞得我都没话说。我的问题啊，我再进修一下。对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把左上方的福袋领取一下。哎呀，我唯一的榜一女粉，真的是我唯一的一个女粉，我很感谢她，有女粉我又有信心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我就觉得说还是有女生喜欢我的。是的，没法说，爱看啊。行，感谢各位的关注，欢迎大家。戴了眼镜感觉真的有点看不清。哎，我在哪儿都行啊，我真的在哪儿都可以，无所谓在哪儿的。嘴唇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厚啊？今天算了，拿下来吧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玫瑰花。什么？谢谢粉丝灯牌，谢谢粉丝灯牌。你说上海话挺好听的。我不能一直说上海话，真不能一直说，因为很多同学他不是上海人，我要公平对待啊。不是说不会说上海话，就是我在这个面向全国的一个直播间里面，我少用方言，尽量少用方言，多用普通话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大家有没有点下方的四色小风车呀？肯定没点吧？啊，对，因为很多人听不懂。啊，听不懂的话我就说普通话，我普通话还行吧，标准吧。啊，现在是2:20，不是，是全国啊，祝全国的各位兄弟们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财源滚滚，好吗？我也就整着这两句了，要不然全说车的。对呀，我上海人。对呀，我叫飞翔的腿毛。你会一直在这里播吗？哇，我先顶班呀。会不会一直在这里播吗？我不知道呀。啊，看老板。加不了，我叫飞翔的腿毛嘛，我已经讲给你听了。啊，他这个名字你点不了，没办法。谢谢玫瑰花。谢谢玫瑰花啊。谢谢用户的玫瑰花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就是我这直播间300多人里面，就是说我哪怕今天我站着，对吧，跟木乃伊一样，还是有人会支持我吗？那我加个灯牌。嗯呐，谢谢啊，谢谢兄弟。你们吃饭了吗？我等会儿这场播好，我去吃饭，吃完饭然后手机充上电去播第二场。好吗？有点凌乱啊，我这头发。吃了，吃的啥？吃的啥？我们店长在后面吃饭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你没吃？你赶紧去吃吧。嗯，谢谢小星星。什么时候放假？没那一天吧，我估计。小蛋糕。啊。我想平板电脑，来来，兄弟来。不好意思啊。可以了吧？我再讲了，想平板电脑有哪能啊？有哪能？就我一直讲啊，做汽车直播的主播，他这个东西他就是，不能说太多吧，我感觉冲击啊，哦，之前那个嘛，之前那个换经销商了，换掉了，侧着也要被抬啊，又要洗垮嘞，哎呦。对，我是上海人。是的，我是上海人。我侧着要被在台，我卖无港了。啊，真的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这里是上汽二D爱琴海都市店。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点，有条件的亮个粉丝灯牌。啊，小毛毛，来来来，给你小毛毛亮个粉丝灯牌，好吧。角度光线不对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没有必要把我拍的那么好看的，无所谓的。像昨天那个谁谁谁和谁谁谁，就是有些同学啊，他主要他喜欢来店里真实我，啊，一看到我真人基本上是没话讲的，就语塞，没话说，对吧 ？Q6 怎么样？还可以啊，它的空间绝对是可以的。今天目标是多少赞赞？我对不配他。哟，零零七来啦，零零七，哪能个？
你厦门开过去啊。好，悉尼好2007，感谢关注。哈哈，笑啥啊？不是，我有看到一些老粉，我真的就忍不住的要说上海话，知道吗？当然，我真实我的人太多了啊。阿拉你说是碰着过，没碰着过，哪碰着过啊？没，就蹲了直播间啊。来真实我的人很多啊。嗯，所以我习惯了嘛，因为我在门店比较多，然后别人就会过来，就很搞笑。爷，啥意思啊？我睡觉，我三光一个。53分播的，那么我应该是几点钟下播啊？在，一点五十三，差不多了吧，可以下了吧？嗯，一个半小时嘛。龙年了，毛毛又年轻了嘛，就这样。我很好奇，直接到店里来真实我呀？我怀疑，我真的被真实过太 N 次啊，真的被真实了 N 次。23，好的，嗯，扣一。对，今天有第二场呢，我要去充电，手机要充电了。我们手机要去充电了。但是脸是蛮胖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，然后美颜有的时候一掉，我好吓人，我真没那么吓人啊！救命，谁来救救我？嗯，53分，然后到53分，然后再多个半个小时，23分，那我应该要下播了。吃什么配方？来段精彩的再下，不行，我等会儿第二场再说。对，我要准备去吃饭了。等会儿还是在这里啊，等会儿不转场了，还是在这里。嗯，等会儿跟我们市场经理沟通一下，看一下怎么样，因为这个流量的话可能跟前天比的话，昨天比的话少太多了嘛。想好吃什么我吃什么都可以，我随便拿，不跟你们啰嗦了，我要下了，拜拜拜拜兄弟们，拜拜，我先下了，我们第二场再见吧，等我手机充好电啊。拜拜。哎呀，这台电池这一台嘛贵一点，然后我们标配版本的是26，好吗？我下了，点击下方的四色小风车可以吗？你怎么这么眼熟？我是腿毛呀。好啦，我们等会儿再讲啦，不要舍不得我，人多你又要救驾，但我害怕，我吓死了啊。自霸爱琴海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先下了啊，我先下了。